就你哈，真事儿，就你那么说话，谁敢用你？是不是清澈的泉水？你咋这没咋这？你出来，你整个宿舍啊不好啊，这里那里的跟待监狱似的。那你说你在家好，席梦思那个床宣，在家里吃的好，住的好。那你有钱花，你就在家待着呗，你出来打啥工？别说你了，谁不睡宿舍？我还睡那大铁床呢。那你找工作，那你不睡那床，你干啥呀？你在外比在家吗？你们睡那服装被褥跟我睡那被褥是一样色儿的，就你们睡那被褥跟我睡那一样的，就你们穿的保安服跟我穿的也是一样的。我一个女的都能接受外边这种环境啊、氛围啊、集体宿舍啊，你们一个男的有啥接受不了的？再一个，北京这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每个人都给你们租个单间儿，你们认为现实还是存在吗？每个人都给你们租个单间儿，你们认为现实还是存在吗？每个人都让你们一人整个单间儿，你知道那一间房多少钱吗？可不咋的，你要是有这种要求，你就不建议你出来，你上哪你也干不了，你到哪哪是事儿，你到哪哪挑病。就是那句话怎么说？鸡蛋里挑骨头，你总得弄点事儿。站岗你得嫌腿疼，坐岗你嫌屁股疼，让你巡逻打点，你认为活多了？让你比如说让你干点啥活，你都得说这活不是我的。那你这种情况下你不适合打工，为什么？打工人你要是有这种情况下，你打不了工，明不明白？找工作的家人身高年龄打一起，55岁以下、18周岁以上，身体健康的都可以啊。正规公司直招，想来北京找工作的身高年龄打公屏上啊。